八点。好，大家可能要靠近一些些哦，今天八名成员全员到齐。好，来一起先看你的正前方，好吗？好，正前方的视线。2015年有了第三张的专辑，同时也和日本的音乐天后合作。就明杰后退一点。好，再一次啊，正前方一起视线。好，这边谢谢。好，八位左边，左边。好，你们的左手边，八位一起视线。下面这里，下面这边，下面这里。一起转右边。好，一起转一下你们的右手边身体的角度，好不好？右边，右边，这边。来，八位一起哦。来这边，这边，这边，这边。这里，这里。好，最后中间。好，最后回到中间，在一起。来，下面这里，下面。好，准备要把麦克风要交到 Special 的手上了。来，请先跟所有的现场的媒体朋友们来先打声招呼喽。各位美女朋友们，大哥大姐，大家好，我们是 Special。 哎，刚刚才说在这个，我是明杰，我是以伦，我是洪正，我是伟进，我是郑翔，我是 Evan， 我是 Teddy， 我是方田。刚才在小巨蛋的舞台当中表演了这样子，哇，充满活力的舞蹈，心情是不是还是非常的兴奋？来跟我们大家分享一下下，而且全新的一个服装，刚才有提到哦。是这一次呢，就是 KKBOX 很大气的赞助我们表演服装。所以我们就能够穿这么帅的来参加这个盛会。那表演的当下是非常的激动还有紧张，因为我们就是其实第一首歌刚跳完就全部都是汗流浃背，相信没有一个人是没有流汗的吧。伟进应该是里面最湿的，我觉得你们两个也蛮湿的，就是陈翔跟你，所以湿的战功，对，三湿。什么三湿？三人行必有我师焉。喂，那2015年真的你们有好多的工作，包括像有 EP 的发行，有专辑，还有跟日本哇音乐女王的合作，也到日本跟他们有同台的演出。这样想想看的话，有哪一个部分其实对你们来讲真的印象很深刻的呢？在2015的一个工作成绩来讲的话，其实2015年每一个工作对 Special 来讲都非常重要，因为2015年是我们成军的第二年，是很关键的一年。所以所有的工作我们都非常抱着非常感恩还有珍惜的机会。那在上一年也有跟这个日本天后滨崎步合作，那也是非常非常的荣幸。那我们也把握住每一次的机会，让大家认识我们的 Special 正团。2016刚开春喽，今年的计划是什么？乐迷是不是很快可以听到你们，包括可能是数位的单曲，还是 EP 或是专辑，在音乐当中的一些成绩啊，带给我们呢最新的作品？今年的话，我们各自会有一些戏剧的作品，那当然也不会缺少的是，应该会有音乐的作品也会跟大家见面。对，我们期待下一次的话呢，来到这边有更多的好听的歌曲，然后呢，也可以把奖带回家，好不好？谢谢你们为我们带来今年非常精彩的演出，也。Special 真的是给我一种很温暖的感觉，有一种还没过年就回娘家的感觉。对，然后他们都很帮助我，那我也相信我很快的能够回到最佳状态之中。就是欢迎回归到队伍当中，荣哥这边。陈翔，你是刚刚听说好像在舞台在裤子破掉，对不对？秀出来，想干嘛？对啊，就第一个动作的时候就。是跟师兄林俊杰破同样的地方。哦，我们刚刚在休息室有一起拥抱，就是他说他要传承给我，他说我还破得不够大。对，师兄嫌不够大。OK， 所以传承给你，希望这样子